欸，为什么女生都要在男朋友车上摆一些娃娃啊、配件啊、棉被啊？用意是什么？嘿嘿，不爱。来哦，兄弟们，等我一下。哦，期待那世界。双门跑车，今天我们公司业代要换车，我们来了解一下。我刚跟他们讲说你要换车，要换什么车？300啊，先换300。2050/300。2050。嗯，有看好了？还在看。还在看。还在看。如果赛车，我们里面有人要买的话，网友有人要买的话就卖他，然后你就可以换。对啊。7/300。对啊。啊，这一台当初这样开多久了？还没一年呢。嗯。还没一年，快一年而已。啊，你想要选怎样的7/300？小改后，2050小改后，17左右了。为什么要选小改后？1415不行？不想买头皮啊，因为小改后它引擎的通病，它有在改，它有改善。嗯，对啊。有差呢？有差。可是头皮预算就不用拿出那么多哈。你都带破百，不差那一点。嗯。一个月缴。都买破百。都买破百的车。都买破百的车啊，那干嘛去 care 那一点？还是120跟150差不了多少，我觉得120跟140、150差不了多少。嗯，但你中间省下来，啊，万一买下头皮炸活塞，最近我们客户有人修到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可是我听人家讲，嗯，对啊，不然就是买头皮已经换成锻造活塞的那一种，嗯，对，可能比较少，那是改的，还是他修好了？他就是对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预防性。或者是他可能炸了，嗯，他去换锻造，因为锻造的活塞它会比原厂给的还要好，嗯，所以已经确定要换，确定要换，那我们來看一下，好，这台车，啊，这新车价多少钱？80几万，88，新车88就有吗？不是90几吗？我那时候看18的应该是88，嗯，然后不含选配，嗯，啊，外观板件会整理，啊，这台车顶级的嘛，哈，顶级的，嗯，有电热椅，嗯，天书写多少钱？目前？我记得还应该还有个5758左右。5758，嗯，有一点哦。有那天那开到那个导航带，我走到那个90度直角转弯的机车巷。嗯，对啊，你就甩尾然后就过了。90度那超小机车巷超窄的，一台车很紧绷哎。台北的来回桥是不是在桥外那边？没有，没有。导航带你走的，那你看到现在看到那种要掉头是不是？来不及了，要退很久。可能从这边跳到名胜了，啊，是啊，对啊，太长了，所以只能硬过，硬过啊，那下车把他摩托车移开就好了，没有摩托车，他就是直角转弯，啊，这有生气锤的，哦，生气敲的，干嘛生气？啊，跟女朋友吵架，啊，跟女朋友吵架，跟女朋友吵架，我站在上，看，要表示一下你的那个，没关系，那都要整，都会整理好，都会整理好，我们拳头算有力的，嗯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啊，轮胎刚换，人家以为是节目效果，没有真实效果。啊，4条轮胎都刚换，刚换。这台车有之前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的状况，知道，18岁第一台车。那时候是伤哪边？我记得好像伤左后叶那边。左后叶这里啊？对，应该是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。好。这台车我们就直接都照讲。照样没有差吧？没差，没差，无所谓吧？啊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这台车是 Toyota 的 Auris， 目前里程稍高，2018年的嘛，对，里程12万多，12万2千，陆续增加中。顶级的多什么配备 ？HUD， 对，拿电热椅。哦，这里了，这边有一颗这个啊，很好用，两颗啊，双前电热椅，还多什么功能？顶级就外形的圈包嘛，对对对，内装还有跟车嘛，有跟车，对啊，那 DJ0 也没跟车啊，那这个大屏，这本来就有安卓吧？这是后改安卓，后改的，对，试一下它的排量感嘛，那倒车显影有，然后有环境，档位都蛮顺的，再是Auris哦，不是Artis哦，看一下后座。很会享受生活，哦，车上都放一些棉被，应该没睡车上，啊，会冷，盖冷的时候可以盖。女朋友，女这我女朋友开比较多啊。啊，对啊，上面还有睡衣耶。
那不是睡衣啊，那也是棉被，都棉被，棉被，对，都棉被。看起来好美。这里这里，这是他的娃娃，这很红哎，这个。对啊，胖虎，要快一千块。为什么女生都要在男朋友车上摆一些娃娃啊、配件啊、棉被啊？用意是什么？知道的评论区帮我留言一下，肯定是有。这有备胎哦，他有备胎。有那个的，哦，有想法的。有备胎。看一下里面，没用过的。没用过。那装看完了。要看他伤哪里啊？后盖拆过了。有换哦。有。下集预告，这台车究竟换了多少地方，请持续关注我们。关注抖音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